看老师怎么说，有请姚文老师。来 ，Visa 老师好。今天你选的歌曲一样都很适合你唱。老师，你已经晋级了嘛？哈，你已经是坐底下的乌鸦。老师要对你严格一点点，所以老师要跟你讲说，你的播音要小心。怎么小心呢？你的丹田要更加有力的，哦，你的骨髓就有诶，哦，就有骨髓。但是你的丹田那个播音免去弱掉。哦，莫播音，就忽然间拖落雨，啊，就无声的，不可以，一定要拖，吼、哦，爱用丹田的力，等于吼，搁甲爸爸请教一下，要安怎唱到安尼，会当拖音拖足水，安尼好不好？这样子的话，分数会更高，吼、哦，加油！谢谢老师，接着有请子红老师讲评。嘉玲，老师好，很棒哎，对，今天表现得很好，又唱又跳，然后又很自然，声音也很好，又很稳。很棒哦，那个敏硕，你会不会紧张？不会。碰到这么强的对手？不会。不会。OK， 因为你也很棒。那我刚刚延续姚文老师讲，你唱歌哦，因为你唱到后来，因为你前面就太用力，而且你用力都是用喉咙的力量，所以你唱到后面你会就会有点没力。那因为你现在年纪还小，可能比较难让你体会，就是唱歌的时候肚子用力，不要喉咙用力，你就可以唱很久，就很厉害。我觉得今天两位都很棒，很棒，谢谢老师，谢老师，老师好。哦，你这个歌真的唱到，我觉得今天最辛苦的是和声老师哦，听到我们表哭呀哇，然后唱到我们阿德老师很热血哦，这整个，然后你这个整个，哇、哦，那个连线的歌，三名 Whisby 对吧？柴骨娘。最小的代言人、哦，我感觉你真正也在去代言足侪物件诶，你整个气势很好，老师就是很欣赏你这种男人的 keep 哦，很棒。然后至于说唱歌的技巧，我觉得可以慢慢的进步、哦、然后有一些这个不同的，像老师给你建议啊，你怎么样去用力啊，唱歌啊，哦、怎么换气，我觉得这个你都要，你们既然都是有歌唱天分的小朋友，就是这个方面都要慢慢的在进步，在学习。好不好？继续加油、哦、好，谢谢老师们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
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，天天笑个吉祥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